从事天然香草植物研发产品的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园区内种植10000多种香草植物，而多年来也研发成功了茶树精油系的产品，包括了干式茶树防疫清洁首领胶、茶树浴盐、茶树精油，不仅有防止新冠肺炎侵入，还兼具有杀菌功能，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来到央悦美地度假酒店，警卫人员就会为前来的工作人员和游客来一次清洁作业，把自己所戴的口罩留下来，戴上由君达集团所研发出来的香草口罩，来确实做好地道防线的防护措施。工作人员也会不定时把高尔夫球车做一次清消，让大家来到这里可以享受天然精油气感疗愈的芬芳。君达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存洲也大大的推荐自己最强势的产品，尤其是来到过我们央悦美地的这个饭店呢，都接触过我们的香草。大家都知道香草对我们的这个防疫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在尤加利、茶树、薄荷，我想中央研究院也特别研究了薄荷跟紫苏对防疫都非常好。那我们也研究出这样的一个香草的精油呢，对防疫呢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很多的防护力、保护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样的一个防护专用的，所有的疫情阶段可以带回去。不管是在环境上，甚至于像我们的口罩，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的饭店的口罩都是用我们自己所谓的芳疗精油所做特制的客制的一个口罩，它有很好的这个防护力。所以像这些的产品都是我们的组合，不管是从洗手一直到我们的空气的精清的防护精油，以及到我们泡澡洗澡，我们都知道泡澡对我们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防护呢是非常好的。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这是最好的干洗手。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以我们所有我们的配方呢是独特的，经过公务院的检测，达到 99% 的这种杀菌力。它可以保护防护以外呢，它对我们手的各种皮肤不会像长期使用酒精带来皮肤的这个不舒服，甚至于过敏。这个是安全而且是最好用的，每一个房间都有蒸汽室，有泡澡，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用这个最棒的就是沐浴盐能够泡澡，因为它有绝对防护跟这些对我们的整个热度上，就是说泡澡的热度上面它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舒压。把一个最好的配方，刚才提到了尤加利、百里香、茶树都是空气净化最好的精油，尤其是尤加利，它是我们鼻腔道、呼吸道最好的清道夫，所以我们用这样的7种精油调配出来的防疫精油来作为我们的净化，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讲的喷雾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呢，能够让整个环境或者是在你的空气当中呢，能够达到这些预防这些细菌的感染，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这个目的，所以也特客制化调配了一个专用的防护的精油。君达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存洲表示，游客进到房间之前，工作人员就会拿着防治有机茶树来做一次清洁的作业，未来就是为游客做好防护的工作。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当严重，公司也推出最热门的茶树精油系列产品，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的芬芳，也可以做好防护的工作，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接着，九零检查报道。